美国饶舌天后卡蒂 B 与歌手 Offset 育有一个女儿，但两人至今经历多次分合，让双方的感情状态一直成为讨论焦点。12月初，她就被发现和老公互相取消追踪对方，再次引发离婚传言。随后，卡蒂 B 也透过 IG 现实动态表示自己厌倦了保护别人的感受，疑似暗指和老公之间的关系。不过，近日粉丝之间盛传夫妻俩已经复合的消息，对此卡蒂 B 在直播间情绪激动地对粉丝们开骂：“闭上你们的臭嘴！我有说过我跟某人复合了吗？上次也被粉丝害，就让我一个人吧，别再烦我了。”对此，在圣诞节精心制作一本书送给卡蒂 B 的粉丝专业，叶檀也很受伤。然而卡蒂 B 却直接飙脏话怒骂，直言自己才不在意那本书，更扬言要烧掉书本，让该粉丝专业死心注销账号，再次引发网友们对他是个性直率还是没礼貌的争论。you